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活在神话语的大能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以斯帖，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，上帝是可以这样用一个人的，用一个从人来看是孤女，是被俘虏的，没有国，没有家，但是神却可以用他做大事，一个翻转人类历史的大事。从小我就很羡慕，有一些人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。有一次我的一个哥哥，他跟我讲说，小恩，如果你真的很期望上帝用你这一生，预备你自己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预备。那个时候很小，大概才初中吧，说你就预备你自己。我就在想，对哈，有很多外在的条件，其实我不好，我小时候身体不好，我的功课也不怎么样啊，又瘦又干，又常常生病，但是我可以怎么样预备我自己？这段时间我重新回来读以斯帖记，我发现从外在来看，他也有很多不利的条件，但是以斯帖预备他自己，把那些他不能够改变的交给神。他是孤儿，不能够改变，他的国家被灭了，不能够改变，不能够改变的交给神，但是可以改变的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。我在以斯帖身上看见他有很多生命里面一点一点一点被上帝找到的。我要跟你分享的是，上帝用什么样的人。以斯帖有一些外在的条件，比如说圣经上讲他容貌俊美，长得很漂亮，哇，这是先天的条件。可是很多先天的条件我们无能为力，长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上帝造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就是怎么样。那些先天的条件有的时候不只是外形，有的时候可能是家世，有的时候可能是环境等等，那些东西你无法改变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在哪一个家庭里面出生，你没有办法选择你在哪一个国家出生，但是有很多内在的条件却是我们可以自己预备的。以斯帖很漂亮，所以她被选进皇宫。然而被选进皇宫的这些美女非常多，可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众美女当中她被挑选出来？还不只是国王喜欢她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那个负责照顾他们的那位太监，那个太监特别喜欢她，喜悦她，所以把什么好东西都为她预备好。可见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。什么样的人讨人喜欢？也许我们会在想说，哦，我爸妈如果很有钱，我大概比较容易交到朋友，哦，我如果长得很漂亮，大概别人会比较喜欢我。然而从圣经里面去看，或者从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一定会发现外形当然是第一个吸引人的，然而长时间的相处之后，外貌反而不那么重要，反而更多的是个性。每个人的个性，那个个性能不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吸引人跟他做好朋友。我相信我们周围都有这样一些人，可能他外在的条件很好，刚开始哇，你好欣赏他，可是一旦接触久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相处啊，这个人讲话怎么那么讨厌啊，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啊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我太太，那个时候我们是相亲，是我父母亲喜欢她，介绍给我，我就从台湾飞到美国去看她，真的是父母之命，然后是相亲。但是我第一天见到她，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牧师的小孩，而且我在台湾工作，我飞到美国去，而且我那时候我做电视节目主持人，所以教会里有一大堆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为我开了一个 party， 一个宴席，然后大家就在牧师家里面聚餐，很多人都来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呢，一堆人就围着我，就问我很多问题，问很多台湾的那个时候台湾的状况，问很多电视的工作，他们很感兴趣，我也在那里跟他们大聊，跟一群女生在那里大聊。聊到一半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不是来相亲的吗？那跟我相亲的那位姊妹到哪里去了？找不到她。哎，我不觉得不好意思，我怎么可以跟一堆其他的女孩在那里聊天，却把那个这次来要主要跟我相亲那个人丢在一边？我赶快去找。找了半天就发现，原来他在厨房帮别人洗碗，所有人都吃完饭，碗筷一丢，每个人都去跟我聊天去了，都围着我在那里，只有他一个人去洗碗。
后来要开始聚会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来聚会了，来聚会了！”每个人坐在那不动，哎，他就站起来，他去帮大家引用歌词，那些诗歌的歌词。我觉得那是2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张启梅，我的妻子，她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，是她有很多很好的外在条件，可是那一天更吸引我的，其实不是漂亮。我在电视圈工作。要说漂亮的女生，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充满这些漂亮的女生，每个都是浓妆艳抹，都是漂亮的不得了。但是那一天，她更吸引我的其实是她的个性。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说：“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”你也许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外形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的脾气。上帝祝福你，有一个吸引人的个性。站起来，敬拜赞美。